遇到紧急状况，需拨打119，但无法连上行动或 WiFi 网络时，可以使用紧急卫星连线功能，联络紧急救援服务取得协助。首先拨打119。如果电话无法接通，你会看到紧急卫星连线图示在几秒后弹出，清楚紧急卫星连线图示和开始，请回答画面上的问题，提供紧急状况的相关资讯。如要通知紧急联络人，请清楚通知。如果不希望紧急联络人收到你的所在位置和紧急状况资讯，请清楚不要通知。请按照画面上的提示移动手机，以连线至卫星。你必须位于室外，且没有物体遮住天空，不能在建筑物屋檐或树木下。连线到卫星后，紧急救援服务会在几分钟内联络你。为了接收回复，请确保手机平稳，且维持卫星连线。对话结束后，你可以与紧急救援服务保持连线，或是清楚结束、终止卫星连线。如果你仍需要紧急协助，请清楚是我仍然需要协助，这会结束卫星连线，但紧急救援服务还是会前往你的位置。如果不再需要协助，请清楚否我不再需要协助，紧急应变人员便不会前往你的所在位置。